我先给大家演唱一下《乘着歌声的翅膀》吧。这首歌你们应该都听过，我先给你们唱一遍主旋律，然后再唱一遍我的声部，好不好？让你们听听我们就是非主旋律声部每天都在干嘛。乘着那歌声的翅膀，亲爱的，随我前往。去到那恒河的岸旁，最美丽的好地方。那花园里开满了红花，绿叶在什么光辉？玉莲花在哪里等待？等她的小妹妹。玉莲花在哪里等？的小妹妹，我给你们唱一遍我们三声部啊。乘着那歌声的翅膀，亲爱的，随我前往。去到那恒河的岸旁，最美丽的好地方。那花园里开满了红花，玉莲花在哪里等待？等她的小妹妹。我给你们放一遍好不好？我给你们唱那个低声部。听得到吗？美丽随我前往，去到那恒河的岸旁，最美丽的好地方。那花园里开满了红花，蓝微笑的儿，仰望还有二声部。明亮星星，玫瑰花悄悄地讲着她芬芳的心情，温柔而可爱的羚羊跳过来细细倾听，远处那深河的波发出了喧嚣声，远处那深河的波涛发出了喧嚣声。然后是一声部，一声部就特带劲儿。让我们在松树底下，静静地躺下休息，沐浴着温暖和恬静，憧憬着幸福的梦，憧憬着幸福的梦。好的，哇，一下勾起好多回忆。这首歌其实也是我特别小的时候学的，然后因为
在每个声部都待过，所以每个声部都会的。就我觉得这是合唱的魅力吧，就是单听的时候你觉得我的三声部特难听，但是放在一块儿就特别好听。